就要同大家介绍今次我喺三藩市嘅住宿，有接近100年历史 ，Intercontinental Mark Hawkins。Mark Hawkins 当年就有份投资兴建太平洋铁路。酒店有一个人气嘅天台酒吧 Top of the Marks， 二战期间军人都会买酒上嚟饮，可以睇到三藩市金门大桥嘅日落。现场就有 live music。中间亦都有一个舞池俾你施展舞技，现场有唔少公公婆婆喺夕阳底下跳舞，非常之 chill。我就点咗杯 cocktail 加小食放松一下，欣赏日落同埋夜景。咁首先咧就介绍下我间房啦，咁咧嗱张床好大啦，因为我咁啱住喺酒店角落头嗰间房咧，咁系两边窗咧系望晒成个圣范嘅景嘅。睇下厕所嘅位置咧，又系哇大窗台嘅景啦，好鬼靓啦，基本所有嘢啦都系好齐皮。酒店咧有這個呢个咧系寄信嘅嘢啦，咁你跌落去咧就直通去底，1926年已经有，咁以前啲人兴书信来往。看完普通房咧，咁啊要睇一啲呢度好 signature 嘅套房啦。咁全個酒店得6間嘅啫，咁你想喺度住呢個套房咧，嗱平均咧2000蚊美金一晚嘅。好，你睇下個廁所大到，哇！食下一個墨西哥 style 嘅早餐啊，咁啊係咯，年尾我就會係咁去墨西哥瘋狂介紹墨西哥俾大家，咁但係而家就試一下先。其實我未食過呢款早餐嘅，佢有啲似墨西哥嗰啲脆片餅啊、蛋啊、芝士啦、啊，同埋撈埋有啲醬汁係少少辣辣地，咁啊朝頭早有少少開胃。